三年了，天天就知道封城，做核酸，每天做两三次核酸，班不能上，学不能上，哪儿都不能去，出门买个菜都违法，生病了还不能去医院，逼着孕妇在马路上生小孩，都有老人饿死在家里了，我们还要不要生活了啊？除了做核酸，我们不要干别的了，我们要上班啊，我们要上学啊，我们要买菜吃饭啊，我们要看病啊，疯了，你们都疯了，全都疯了。